家弟兄与黄教。生活做基督忠信奴仆，每天按时分粮，发送营养包，并制作统计数据。若没有借着弟兄姊妹还有各个会所的教务，他们去关心把这些的问题带回来，其实每周要想出弟兄姊妹在这个操练上遇到的问题，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。要引介者服事，在性格上受成全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在基督这美地上学习劳苦经营，出产基督。门前要求按时提交属灵操练表。看讲，多事不吝行，大声大力掌声。操练活力牌，刊为表率。特班奖状以资鼓励。虽然有休息。吃主的人也要因主活着，自己会所可以相调啊，同会所的可以相调，也可以去别的会所跟那其他会所同参加的弟兄姊妹相调，去操练，去实行我们在第六期我们所学的这些的东西啊，有吃饭经纶，有关系工程，有家中训练，有祷教传劝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做得不够扎实，对不对？六十三会所这一周87又参加67会所，好多啊！我看到，甚至我的姑丈都被带来了。愿意跟随主的带领，我们呢愿意把我们自己摆进去，我们呢好像做梦的人一样，我们里面欢腾，我们里面喜乐，南地的水复流，这就是我们了，要改观念，我们把我们扩大不下。人看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复制，我时间不够，我要再讲一分钟。